你安尼看有看到？看到吼。啊，伊迄个器官啊，是哦，甲前腿归零，归到上低，归到上低，吼。啊，你看，即摆搁饲哦，吼。有无？伊一个都出来啊，吼，安尼。啊，过来，吼，咱有一个，咱遮就是迄啥物啊？你基础焊接二 T 的部分，啊，饲前腿，吼，我甲你讲，从头到尾这一个功能，甲你叨叨讲一下。吼，气力前推，就我头拄仔讲的。你气候的话有无？伊气候像气体先出，吼、风先出，啊风出偌久的时阵，就是要家控制。吼、像咱头拄仔先一秒，伊会出一秒了，伊才好才放出來，啊你才注意着，这个气力前推。你若电焊的时阵，你会记得开掉，啊无你拢爱伫遐等风出。吼、啊过来，这是四 T 才用得着，吼、二 T 袂用着，我就无心无甲你讲，连四 T 的时阵我才甲你讲，吼、啊，过来，吼、气体耗料，一个耗料的时间上悬到五秒，吼、吼、你看伊个珠啊，吼、我怎啊拍咯，伊风就一直吹，差不多接近五秒，伊就跳珠啊就落来啊，吼、啊咱即马改唔到一，唔到上底，吼、唔到上底来，你看，吼、吼、伊就马上落过来，吼、风甲冲出伊个尔，吼、啊所以我建议啊，你若你连线小、连线老、连线点的时候，我建议气体前推的气体后就用到进攻，连个新的气体，你有买大头啊嘛？有上。吼、你若算大头啊，你个气体有连线啊，迄无啥差别啦。伊大头啊，伊原本你若用调的，原本伊有足省的。吼、安尼，这是二 T 的部分。啊，过来，伊佫有一个二 T， 佫会使使用一个脉波的功能。吼、脉波咱就要先甲开开，是哦。吼、脉波，咱先甲开开 ，ON， 开开了，吼、伊就顶好，伊就好跳过来这只。吼、这是脉波的频率，来，这是脉波的频率，吼、来，咱即摆试一下，吼、你坐，你坐。啊，一个是脉波的迄啥物啊？宽度，宽度。吼、啊，一个是脉波的小火，基础电流。吼、咱只大火130，咱脉波基础电流十，就是一个悬，一个低，爱就安尼悬低悬低。吼、来，咱即摆，你注意看频率哦。吼、来哦。吼、安尼，这频率足紧的。啊，要哪会较慢呢？吼、就是调迄个脉波的频率。吼、脉波的频率。啊，你搁注意一下，伊有即爿个搏起、搏起安尼，有无？有无？吼、这就是看你家己要挃个物件是啥，啊，你家己要做调整就会使。功能足多，拢是看你个需求来做调整就好啊。吼、这就是二 T 个部分。吼、啊，这脉波个宽度，看你个人个需求，你来做调整。伊个意思就是讲，哦，毋是讲宽，吼、是伊个比例。138到十，吼，咱即马我家食到100好啊，食100，食十，100减10是90，吼，大小的比例，吼，这是20%。假设我家存到100%，吼，你无法度发现着大细好，因为落差伤少啊，吼，还好。无啥差，对无？吼、迄就是比例，吼、啊，阮叫伊脉波宽度，啊，伊是比例，讲较简单的是比例，吼、啊，我即摆比例甲调较细，吼、调到一，吼、